ladies. You want a drink? You want a drink?其实就是从国高中看球的时候就都会看他，但也没有说特定真的是他的粉丝或怎么样，但就觉得他身为一个中锋，他打球的那个性格是蛮独特吧，就是他们的凶悍的样子是在现在篮球比较少见的。哇，三点半就起来，你从哪里来？从木栅。木栅，对。三点半来说，一开始来的时候因为都没有人，所以自己一开，而且好像到四五点的时候，好像才两三个人不多，那时候心里的想法是什么？会不会有点 crazy？ 对，想说好像太早来了，是不是没有这么多人？但最后结果还是很多人。那觉得感觉跟他互动，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？就是跟他平常在场上的样子差蛮多。就他平常在场上感觉是一个很凶，然后动不动就骂裁判的人这样。对，可是他在跟球迷互动之后，他是一个很好的，而且他一直保持他的微笑，他就是跟他互动很开心。但是很值得吗？这样子？对，我觉得就是觉得跟他有互动到。那我跟他说些什么？没有特别说些什么，但他有问我说他做的饮料好不好喝这样，然后我回答说就是给他一起吃。哦，没有，我就跟他说 keep it up， 就是还有100杯，加油这样，然后他就说谢谢这样。那我特别拿到他的签名，因为那个他的一个秀一下，他的一个同伴好像对有看到我们的举牌子，然后就说你好。这卡是你自己带的？哦，没有，这个是就是他同行的那个伙伴就给我们，一次给五张，大方。对，就真的大方，蛮意外的。